诸位看这个蛇对，好，就是蛇的皮嘛，好，蛇的皮，好，这个蛇对呢，纸非常的轻，风一吹就不见了，啊，就跑掉了。好，蛇对336，好，这个蛇对呢，我们来治疗皮肤病。哦，常常跟蚕对在一起并用，好、哦、并用。那这个性味味咸甘，性平无毒。好、哦，你看主治蛇对主气从颠急颠健，小孩子弄舌头摇了摇头晃脑，哈、哦，现在比如妥瑞症有没有摇头晃脑，像那耸肩啊，这晃来晃去用蛇对，好、哦，还有一些这个小朋友还口出脏话，有没有？没办法控制，就在那边讲，这是蛇对，哦，蛇对就专门用在小儿科方面的，哦，你看皮肤的疥疮，蛇对非常好用，但你希望你在煮蛇对的，就是下蛇对的时候，哦，你让那个把蛇对用棉布给它包起来，哦，包起来并不是蛇对需要包，而是浮在表面上太可怕，哦，人家煮，哎，怎么有蛇在里面煮？不是，可能想煮要煮了一半，蛇跑进去，对，所以还是用棉布给它包起来，不要给它看到。非常好用，我用了很多，好用了很多。那处方的时候，你不会说用一钱嘛？好，五分就已经很多了，好，三分、五分就可以了。小朋友的话，像小孩子的话，一分、两分就因为很轻嘛，只是非常的轻，好。所以小朋友受到惊吓，好，包括甚至于扁桃腺炎都有的人都在用了蛇对，好，皮肤病、皮肤痒。好，这个癫痫，好发癫条件都可以。好，这个眼睛的问题，通通可以使用哈。好，因为它是对，就是退下来的皮嘛。好，那眼睛里面生眼衣，你让它退掉，用蛇对。好，蚕对有没有？好，好，你看那个别录有没有？大人五邪，好言语蔽月，就是讲话是很这个什么脏话都骂出来了。好、哦，这个你平常不是那样子的人，好、哦，那老师不是神经病吗？现在的妥瑞症有没有？妥瑞症啊、哦，西药厂就很喜欢取个名称，这样他才可以卖药。然后开了妥瑞症的药，也是一些镇静神经的药，啊、哦、啊，那我们用蛇对，好、哦，那禁忌呢？诸位看，性走窜、小儿癫痫这种，好、哦。由肝脏引起的肝心虚，肝脏引起的禁忌，好，妇女孕妇禁忌。那一般来说，怎么知道是肝脏引起的？好，一般这个如果说小朋友发黄过，还有呢，小朋友不能安眠，晚上睡不很好，好，这都跟肝脏有关系的。你还是可以用蛇对，禁忌归禁忌，你还是可以用蛇对，你可以开一些疏肝的药在里面，好，比如说一些好柴胡啊，好一些川穹啊，好白芍啊，好郁金啊，都可以好开在里面。哦，这个337啊，我常常开的是蛇对五分啊，蚕对五分啊，一对在使用的啊。哦